最近搬家之后，遛桃子就更方便了，好的，一喊就下来了，套上遛猫绳，直接就出发了。桃子，桃子。小区里的绿化很好，晚上安安静静的，比之前那个公园还要适合遛桃子。然后，不要啃草，不要吃草，别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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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，你给我走，不要吃，不要吃，不要吃啊！打农药的啦，不能吃。他给我犟住了，他非要去吃，不能吃啊，大哥。大姐打农药的，啊？你耍赖是吧？啊，你家里没有猫草棒吗？吃饱了歇歇，还能再去饭后健身一会。小猪软乎乎，遇到困难呼噜噜。晚安。我和你才是天下第一好。这是谁家的猫猫啊？太可爱了吧！我偷走了。小猫喜欢你，但小猫不说。小猫希望你可以对号入座。脑袋圆圆的，耳朵大大的。这是谁家的猫猫啊？太可爱了吧！我偷走了。好想你天都在你左右，让你感受我的温柔。秘密啊，秘密，好可爱的秘密啊，好可爱的秘密，是谁家的秘密这么可爱呀？哎呀，是我家的秘密啊，好可爱。我和你才是天下第一好。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滴哒啦，它能实现小小愿望，有神奇魔法。
像鸭蛋这种罐罐死忠粉，一直都是吃的宽幅家的罐罐。他家新款奶昔金罐现在买两盒送一盒。奶昔的质地采用纯鲜乳化工艺，这种糊糊状猫猫一舔丝毫吸收，这鸭蛋简直是暴风吸入好吗？配料表简单干净，里面有鲜鸡肉、水和全脂羊奶粉，还有额外添加的牛磺酸，无胶质、无淀粉、无诱食剂。家里有小主子的赶快囤，赶快囤。我好像醒了，我今天有好多事要做，得立马舔毛。会不会有点痒？但不是特别痒，是时候无路等于夜归，明天再舔好像也可以。昨天晚上拉的屎还没埋，没关系，屎的细菌多，在那放24小时不吃亏。中午还有说的小心事，要让朋友给我开罐头，点子我都想好了，可惜我突然不想吃罐头了，明天再想吃吧。聊内约了窗外的小麻雀扣扣互发电报，但是今天我喉咙有点痛，喊不动了，我要割扣扣了，没办法，明天再约吧。5点还要配合闹婆娘拍段子、拍视频，拍啥呀？拍了也没有人点赞，甚至还掉粉，还不如不拍呢，不拍了。别人养小猫，我养大肉包。科学养猪，发家致富。猪养好了，成就感真的爆棚。像 buff 喂养就是一种更全面且高级的喂养方式，在肉食的基础上呵护肠胃，能促进吸收，还原生骨肉的劣食口感。麦富迪 buff 生骨肉天然凉，干粮第一成分是鲜肉，还添加了大块 buff 生骨肉冻干，适口性非常好。这冻干鸭蛋吃起来可得劲儿了哦，一天天的只想造，表演一个猛虎下山。救命山车神来了哦！喂喂。我好喜欢你，哦吼，爱你，哦吼，你是上帝送给。